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问我们的 KF Star。好，今天是1月25日，星期三。大年初四吧。好，寒流要来了，大家多多保暖啊。我房间现在也很冷啊，16度。看到影片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啦，哦，这个都快结束了，剩不到一天。然后这边一天嘛，那你看影片应该是快结束了，然后希望可能会有 PB， 不知道有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我就把那个网址贴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因为这个时间点还没有看到，那就是明天中午以后吧。就中午以后可能会有，就八神跟那个顺影。好，那我这个把它转一转，然后看可不可以做出三星来。我现在还差一些些嘛，我需要九个啦，我现在八个而已。然后到时候换套卡吧，套卡换完之后，看特殊卡有没有机会换。然后觉醒时，我这运气不好，可能几率比较低，也不一定。然后我们那个推波有30次嘛，我也还没换。看先抽怎么样吧，因为你明天你们还有一天嘛，还有一天的话是600啦，就这个日常还有600。欸，我今天没有做，哇，我都忘记了，欸，赶快，还好我有开，本来想开林冲号来玩，如果开他的号玩的话，可能就玩那个吧，剑魂吧，剑魂有几只我玩比较少，可以拿来玩一玩。哦，差点200没啦，很重要。伊托卡子，待会来转一下好了。上次转10000嘛，转的很烂了，剩6000，不知道能转多少。哎，好，来吧，先转双夜影的，祝大家好运啊！1800而已，1800，那可不可以转到一个啦？不行的话就明天嘛，明天600，明天600再没有，我就只能换那个。成功！我还有1300，好不好？其实今天如果没有那个推波送的那个30次，也 OK， 因为我这个已经成功了。那你要四星的话，四星比较没意义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三星四星其实意义不大。还要再三个星五很难啊，真的超难啊！不对哦。不知道上个要六个星五，因为我要两个记忆啊，这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太难了。换太多，你看你还要四个星五才能四星。好了，我们先换出来吧。还要四个星物嘛？哦，不对，这边对啊，这边还可以再换啊，还可以再换三个记忆哦。反正我如果要再两个记忆的话，才能四星嘛。那六个星物跟着要六个星物，反正很难啊，不可能。好，我待会把它练一练，练到三星来玩一下。那我来转一下那个伊托卡池。一多丸子我就比较惨了啦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真的就不可能五个嘛，那我这边至少要一个，我至少要这边是6+2，至少要8个，也就是说我要3个，至少要3个，3个的话，运气如果都保底的话就没有，但是我有那个30次，所以没关系。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，而且这个已经快抽完了，运气不好啊，运气不好，你看快保底了，这个真的是太黑了啊，保底了，25，有点惨，
我们这次的双影就撑了两周啊，都不知道录什么东西去了。因为双影有 bug 啊，那个冷却不能用，我就没办法让他当队长来打伤害啊，不好用啊。反正他推波送30次啊。30次你再怎么样至少有一个心物嘛。对不对，你按到是不是，有没有啊？有了有了有了。明天还有600啦，日常任务做完还有600。哇，这是好像不太乐观啊，这次。好像8个了，是不是？第八次嘛，看一下哦。9个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这边先换出来吧。这个套卡选择券，这不可能每个人都选，他一定是分开选啊，对不对？他干嘛这样设计啊？然后特殊卡，星星月亮要先选啊。如果因为星星月亮比较难做到你要的，然后这个可以用工会的。双翼影的负面是什么啊？电击是，好像是电击啊。我们那个工会好像有电击啊，所以我现在还需要，哇，这个要3个哎，哇，那只能再想办法弄出2个新物来，然后换个星星之类的啊，加个战力也好啊，星星是加战力嘛，好，我还要2个。然后明天还有600，对我来说是睡觉起来之后还有600。好，我们把那个推波送的把它换一换，它是30次的，没意外是30次，应该是有时间限制吧？找一下这边。这里吧，3000嘛，就是30次啊，全部换这个了、啊。好，那我待会把它练一练吧，换一下我的双叶影。但我不能跟林冲的比啊，林冲的全部练好了，5星了，他的伤害好像是400N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猜啊，我猜我的可能就200多吧，会不会只有200多？因为你伤害拉开了嘛，拉开之后越高的话，之后就越差越多、啊。哎呀，这运气不太好啊，又要保底了。好，剩900的话，我就明天加600，1500，抽拼拼看吧。拼拼看可不可以换一个特殊卡之类的，看一下哦。你看我这边换星星嘛，换星星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加暴击率，加暴击率加战力啊，战力高一点 OK 啦。然后这边一个星物嘛，然后这边要2个啊，没办法。特殊卡一张也行啊，一张也行啊。那当然运气好可以2张嘛，或者是你3个星物，你可以再换一个月亮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我来把它换一换，然后把它练一练。我把我这个练一练。好，我们这边先切掉，待会把它练完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样。OK， 练好了，花一点时间，主要是觉醒时现在练起来是很慢的、啊、哦。你要一直强化、强化、强化，浪费时间。我们来看一下吧。核心面板我点了545，
因为以伤害来说的话，技能一二三通常都是三的伤害最高，再是二嘛。那技能一因为它有重置的几率，我就把它点起来，所以我就点55，然后剩下来就点攻击力这样。然后觉醒石的话，工会的话有这个电击的这个觉醒石啊，攻击力10%，然后这边是12%。好，这都一样。以前工会石开很多嘛，我已经很久没开了啦，再开会爆仓，所以就不开。基本上都有，所以新圆形四角跟六角是你不换也没关系。星星月亮反而比较难取得。那月亮的话，明天看有没有办法做出来，没有办法就算了。因为我现在还差记忆嘛。好，这个是加暴击率的。好，那套卡的话，我这边都是先换攻击力啊，我自己喜欢先换攻击力2%的。然后这是双印自己的五星卡，然后这是这次的套卡嘛？这个给那个轮替入场的人用的啦，还有我军的那个格斗家的攻击力，你要用觉醒技能或一个技能的时候，可以10秒加20%，有点少，20%而已。好，那属性卡没有嘛？他没有专属的属性卡。就随便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 EX 属性卡。好，那来试一下伤害吧。灵通的号它是全部练满嘛，然后都是用这个这次的这个双月影的觉醒石5颗嘛。然后这边套卡也，它这边属性卡也比我好一点，然后2张属性特殊卡都有。然后它是5星这样子，伤害400M， 前几天测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种平民三星的伤害到底是怎么样吧。好，我来看一下遥感。打一下蜘蛛啦，我猜大概200多 M 而已吧，可能就200多嘛，不知道。毕竟三星跟五星还是有一点小差距啊。哎，派遣哦，我都忘记了。我现在都很不用心啊，派遣算了，无所谓。待会再来把它弄掉好了。考验的副本。然后这是昨天测的阿修嘛，昨天阿修我也练了5颗觉醒石啊。反正锤子很多啦，就无所谓。阿修昨天我自己才150而已啊，很烂啊。那我现在换这个双夜影还是比较强的，就是 ES 格斗架里面他伤害最低嘛，但是他还是比较强，还是比较强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吧。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你的跟我的差在哪边，差多少。你也可以先那个啦，先去刷战斗卡副本，搞不好你刷到一张套卡，你就可以省下来，或者是刷到那个特殊卡，你就可以省下来，省下来就可以做觉醒石。对对，这种东西很难讲，你就拼拼看嘛。他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冷却不会好啊，冷却不会好。但是回击还蛮快的啦。一的话有机会一直连发啦，所以你可以一按着。好，可能就200多万吧，我推测啦。因为你在100多万的时候，那个伤害不会差太多，但当你已经到了这种。好几百 M 的情况下，你那个伤害就会有差了。你看，就差到一半，想快一半有没有？一个是400出头的样子吧，忘记也400，那是220而已啊，220而已。对不对？这样
感觉又跟我自己的那个阿修150好像也没有说差很多。毕竟这种东西就是这样，基础伤害差越多，那个就会差更多这样。那我这个当然少装一颗觉醒石啦，少装一颗觉醒石也有差啦。差在哪里？就差攻击力 20% 吧，因为 EX 的是10/10吧，所以这边大概会差20啊，攻击力差 20% 有差啦。然后这个你也可以换一些加攻击力的卡吧，减 CD 卡嘛，这个可以加 5%， 那就多又多 10%， 那也是有差、啊。反正就大概这样嘛，然后核心的话有差，你五星的话这边可以再练，可以再多练一点嘛。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练度啊，每个账号的练度嘛，就总力战的练度啊，看你练度怎么样。厉害的可能都已经像林冲一样，就20/30了，20/30等。好，一样祝大家好运啊，双赢。基本上就是我换的这些东西都要最好都拿到啦，就是三星嘛，然后套卡啦，特殊卡一张，然后觉醒石。那再来就是看你有没有再刷到，因为最后一天还有再多600嘛。你最好是换星星月亮，星星月亮比较贵一点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再说吧，你就换别的吧。或者是说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你就去刷战斗卡副本，运气好刷到套卡或者特殊卡，就可以省下来，省下来的这个信物就可以拿来换这个星星月亮或者其他的。OK， 那今天就玩到这边吧。一样是双叶影啊，只是是我的弱弱的双叶影，免费来的，免费来的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